下一站湖北武汉，全程是600公里，票价93，预计用时7小时10分钟。今天是12月31号，元旦假期的第二天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坐车的人多不多。这个站房好漂亮啊，郴州站为广州局一等站，1936年投用，进站口在这边。明显感觉人多了啊。湖南特色卖盒饭的车来了，星曲星钻和谐店3D0052。25T 车厢，时速140，三亚到北京西的值502，这个双品牌。坐车的人超级的多呀。来，往中间走一走啊。15车105号，就在这头呢，临窗的。还好买票早啊，要不然又该站7个多小时了。12:40准时出发。来，快点好办啊。先把发车搞回去了。第三步就是司机。发车回去了。第三步是司机一车都走了。这是个大站，这一站下车的特别多，感觉下空了，不过很快又坐满了。5:40到达岳阳站。天已经渐渐的黑下来了，这一站又下了，坐转车的特别多。来，好吧，注意点啊！天越来越黑了，下一站就是武昌站了。7:50，准时到达武昌站。这站依然是下车很多。上车的不多呀，为啥没看到有上车的？对面有另外一列绿皮啊，广州到乌鲁木齐的。一下车就感觉到这边比广州凉快多了，体感温度差不多要低个10度左右，不算太冷。好多接人的呀。接下来在公交站乘坐16公交车去汉口站，去那边找住宿，顺便吃碗热干面。